接下来看到车祸的消息，嘉义市日前有一名82岁的机车驾驶以及81岁女乘客，骑车经过民权路甲五凤北路的时，无小心甲小客车发生侧撞事故，造成现场总共有2名伤者。嘉义市消防局第一分队接到通报了后，马上赶往现场，替2名伤者进行空脆的处理了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该市消防局第一分队接到灵车到场之后，看到现场2名伤者，其中一名为82岁机车驾驶，另外一名是81岁女性乘客。两个人在车祸发生之后，其体甲面部拢有侪处擦伤，在接到灵援队的人进行处置之后，分别送往病院治疗。伤者为2名老夫妇，一名那个骑车是丈夫，他脸部有撕裂伤，然后是肢体多处擦伤。另一名妇人是有肢体多处擦伤，啊，到达现场之后，他们因为刚出车祸的关系，他们表情十分惊恐，而，一开始询问他们现场状况的时候，也说不出所以来。那，经过我们一直安抚之后，有情绪有慢慢平复，之后我们评估伤势后，派出警就予以为其做包扎止血、清洗伤口。根据了解，两个人同时经过民权路跟五凤北路，但唔知虾米原因，甲小客车发生侧撞。而两个人在车祸发生之后，脚手一直颤，无到详细说明车祸原因。而后续由警方调查当中。新闻调频改去采访报道。朋友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换管吗？因为现在使用的管线皆为 PVC 塑胶管，用了十几年。这些塑胶水管容易破损，会漏水，更会影响到大家使用的水质哦。Oh, no. 现在自来水公司将原本的塑胶管改为不锈钢管，除了提升用水品质外，更重要的是可以节省珍贵的水资源。目标要在10年内达成减少大约5座石门水库蓄水量的漏水。自来水公司与台电公司向市政府申请修补开挖，是否为了方便大家减少施工时间，协调自来水公司与台电公司在共同的时间内开挖施作。虽然工程必会造成生活的不方便，但为了节省能源及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，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哦。甲大家报告，时间的时间是100空高年到尾到100空高年11月底哦。